开始了是吧？好，不好意思啊。OK， 好，那谢谢你们今天呢来到我们云烟服务社为大家准备的那个讲座啊。那我们今天呢讲的就是要更安全的清洁用品。OK， 那我现在呢就把以下的时间呢交给我们的同事。他的国语给我还好，所以等一个重要的事情呢，所以重要的 message 我少是还是来他讲好了。OK， 好，谢谢，谢谢。哎，先生大家早，不好意思，对，找不到地点，兜了好久，然后才他跑出去在路口给我挥手，才看到。好，欢迎大家哈。好，在还没开始之前呢，我先介绍一下今天的这个讲座。他这个是关于，想跟大家介绍说，在市面上很多清洁剂呢，其实有很高成分的那个化学成分。那我想说这个讲座会是其实是King County Public Health 的一个主办的一个教育性的活动。那他们觉得如果是单单打广告的话呢，效果不是很有效，那他们就拨出一笔钱做类似研究式的小组讨论，这样子接着说，希望说接着教育性的一种讲座会呢，能够改变群众的一些消费习惯，那想说提高说大家对市面上的一些产品的认识，然后呢知道怎么去做更健康的选择。所以呢，在还没开始每一个讲座之前呢，他都要让我们让参与者写一份同意书，说这是自愿参与的，不是说人人服务社付钱让你们来参加的。因为我们是领了他们的基金来办这个讲座的，然后我们有一个一定的数字说，我们一定要办多少次，多少的群众来参与哈。那我就将这个把在参加这个讲座之前的一个，但我们会做一个pre workshop 的 survey， 就是在还没上这个课之前，你对一些清洁剂的认知。那之后呢，60天之后呢，我们公司会有同事给你做一个电话调查，就是大概是15分钟的一个访问电话，说，哎，你在这个上了这个课之后，在你生活中你有没有做出一些改变？说你在认识之后呢，那你有没有说对哦，可能说我选择不用漂白剂了，那我可以选择用哪些方法来清洁家里的一些cleaning 哈？好，那他就同意说我愿意参加今天的自愿的填这一份survey 调查卷。那我也是自愿参加60天以后的那个电话访问。电话访问就是前后15分钟的一个对答问题而已。你那个电话访问要秀出来 phone ID， 要不然我们不接的。没有 ID 我不接电话。对对对，我们同事会，因为他是专业的一个他会先证明说自己是谁。没有，现在不是证明是谁。我们就会先跟 ID 不认识的根本不接。你要把你的电话号码讲出来。不是电话号码，是你修着你那个 OK。要打的人的电话，那个电话要让我们知道，不然我们不认识的电话不接的。对，换 ID。换 ID 要秀出来。不然你打两次我就 block。现在全世界最大的诈骗集团，诈骗集团，诈骗集团。对，因为没关系的。好，那这份呢，你们不用还给我，就是通知，这要等白白买看来。好，那我就发出去，就是让你说我们已经跟你解释过了哈。好，这份我就发一发，真麻烦。你多久以后？60天吧，60天。他就想说，因为今天就靠你了，他就觉得说，如果大家上课哈，没有给你一些道具的话呢，上了就等于没上。那他的目的就是说呢，今天上完课之后，他就会给一个行动袋。那行动袋里面呢，它包含着全部跟你讲到的一些资讯，然后一些清洁的一些材料。那想说，那你把行动袋带回去之后，你会开始用里面的产品，然后来取代。所以他就想说，在60天以后，就想说看看你有没有用到那些东西。其实那边东西很简单，就是它就取代了一些醋啊，跟那个 baking soda 来清洁家里头。好，也是非常实用。最后有礼物。好，然后他需要我们画一个人数，说今天出席的人数有多少。那基本上就是姓名。研讨会上，在上课时候呢，我们需要拍一张照片证明说我们确实有出席证的。那我们同事后面说，因为他每次不能够派一个人来观察我们，说你们是真的有在上课。那我们同事会长可能
从后面，还一个背面的，就说这里我们是有在上课。都有好多多了啊，然后呢，多出来的，对不对？请大家签一个说啊，我同意书已经发出去了，这个是第三个 column。然后接下来这个呢，就是联络电话，就是说六十天以后打电话的那个电话号码，他就说你最佳的联系电话号码在哪里？然后啊，最佳联系时间，你可能说哎，早上十点到十一点之间比较方便，或者是晚上对自己留着这张六点到十点之间比较方便。然后有没有一个 alternative 电话号码，就是第二个电话号码？然后你喜欢的语言，英文语言吗？台湾话。好，如果你要放台语也可以，放国语也可以，都可以，广东话也可以，所以你就 prefer 你最方便最熟悉的语言哈。可不可以写印第安语？我们会找翻译吧。好，那我就传一传，大家帮我听一下哈。从这边开始，谢谢。好，这个是，这个我忘记了，这个是 first name 的。只是 first name 而已，是不是？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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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好，这一份呢，这一份呢需要还给我的，因为呢，刚才第一份是留给你，这一份是还给我的，让我整体交上去给 King County。那第一行姓氏，你只要写你的 last name 而已，名字不用写，然后电话号码就是跟你同样在那个表上的电话号码，电邮地址你可以跳过去不用写 ，email address 不用写，那语言你就挑一个，国语啊、粤语或者是台商话都有。那它主要就是让你做一个 consent form， 就同意书说，哎，我是今天自愿来参加这个项目，然后呢，我也愿意参与，待会填这个上课前的这个问答卷，然后我也愿意参与六十天后的这个电话上的访问卷，然后我愿意让大家拍照，但是拍照不会拍从正面，就可能是在从背面拍个照就这样子而已，就做个交代，说哎，我们在上课。请那个潘老师帮你 P 100个人的照片。泼上去，对不对？那也不行，因为他每次只能让我们上10到15个人的课。他说人太多的话，他说没有效果，所以也批不了。然后下面这个，对，我们这刚刚好。然后这个格子里面的不用填，我们公司同事会填哈。好，我就从这边开始发，好不好？你说的电话号码，就跟我们前面写的哪里哦，跟那个对三一同样的。Okay. 那我等一等，让大家收填好了之后再继续。上面打电话来不会周末吧？你自己填吧，上面好像是。你自己填哪一个？哪个时间方便？没有，我就说周末。那你不会正好碰到你啊？没有，就是让留话吗？对，我想没有就算，因为他可以证明说他打出来过。是。他至少他就你刚好忙，他就留播，对，我一般手机忙再回。对，你也不一定要回。那个，对呀，杭州的，我认识。那刚刚填表的时候，我稍微介绍我自己哈，我叫佩诗，我是人人服务社的通识。那我平时是带小朋友的活动。除了带小朋友活动之外呢，也参与他们这个清洁的这个 training 的 program。我们这讲座会情况大概1个小时左右吧。那你对这有问题的话，你随时都可以提。电话是。小朋友不要讲话，老师在讲。这几天，对，这几天。哎，还有这个测试。请问一下，这个是妇女的。为什么这个没有美国话？他有这个电话，我们就不回答。他没有这个电话，没有啊，应该要有这个美国话。哦，讲要放，你可以把它填下去，说你要英语的都可以。你就旁边再加一个，说要英文的吧。谢谢。OK。要我跟你们一起填吗？这一张。有问题吗？没有问题、一起填比较快嘛。填没有台语。好，那你可以加台语下去，没有问题。你这边格外写台语，
那我们可以看这四项哈，上面填的基本资料之后，他说参与这个节目，那就说我们内容的我已经通知你，带我们今天上的内容是什么？主要关键就是说，你可以在任何时候拒绝回答任何问题，或者是你可以在任何时候呢，你觉得哎我没兴趣了，我要离开的话都可以。那他也说呢，如果我在这个研究就是上这个课之间呢，你有权利投诉或者是任何的顾虑，你可以打电话给华盛顿州的那个审查机构啊来询问，就是完全是尊重你们的那个选择，是吗？你不用一定说觉得我来了我一定要上完整堂课。好，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事前问答卷的调查呢，那有关事前的资讯已经跟我分享并讨论过，我同意参与并且完成这个研究会的讨论啊调查卷，就前后就是 yes no 知道不知道这一份的那个调查卷，他其实也没有说对错答案，就想知道说上课前跟上课后大家对这一方面的认知有没有改变而已。那第三项是事后的问答卷，那就是说我会同意在讨论会后呢的60天参与并完成讨论会以后的调查。那第四项就是照片跟视频，我们不会拍视频啦，就照片，主要就是照片。是为了拍照片，是为了提供哈，可让那所拍的照片呢，就是让只是提供给西雅图及 King County 公共卫生部的一个参考，或者是他们有时候做铺设的话呢，就可能放一个小照片这样子。好，如果 OK 的话呢，就放一个 initial 或者打个勾都可以。initial 还是打勾 ？initial 比较好。然后下面格子。中文的 initial 要写什么？他说什么？姓名字首，什么是姓名？哦，是我叫律师嘛，那我的字首是 PS， 就好我就是一个 PS 就可以了。然后下面格子里面这个就不用填了，然后可以我们交回来，是没关系。对，饿了没有？刚刚来。好，谢谢。哦，你不开。好，那参加。这个研讨会地址，这个要。我帮你写都可以。这个是你的 email， 不是980。这个没有。email。是另外一个。email 是写的。这是 check， 不需要写。是，你自己的名，你叫什么名字啊？这样他们一起给他们。好的热心。那我现在就分这个研讨会的事前的问答卷哈，最重要是没有对错答案的，你不用说哎，你的答案是什么？这是没有对错答案哈，就想知道上课前大家对这方面的认识有多少。然后呢，都拿到了，我们可以一起填哈。老师说不能偷看啊！我们就看你的，对不对？然后一起抓，不必要麻烦哈。好，这是简体字吗？对，简体字哈。好，我们可以一起看。好，大家都拿到了，我就给你。是，你没要哦？是他的吗？够吗？要用衣裳分哦。哎，一两个多的。来，有这个是。我可以变。
喽，很过分。那我救了。好，好，我们开始哈。那第一题哈，他说什么词语表示最安全的清洁剂？那每一份产品上面呢，它都有一个标志。那它这个是翻成中文的，那它在产品上的时候呢，它那个标志是英语的。那它有四个词：危险、警告、注意和有毒。那在这四个词汇里面，你觉得你听起来哪一个对你来说安全性是最高的？你就圈起来就好。安全，就觉得哎，这个字代表说这个产品是最安全的，哪个字？危险、警告、注意和有毒。肯定是有毒的，这么明显的有毒。不能说可以喝吧？是这个是全部是指清洁产品，就是 for cleaning 的，就是擦地板啊、擦橱窗啊之类的。好了吗？好，我们去第二题哈。第二题是一个表，那这个表里面呢有三个答案：同意、中立和不同意、中立和同意。那到第一个说，有些清洁产品会危害我家人的健康，那你同意的话，你就打勾，你就选一个答案打勾。你说哎不同意，我觉得中立还好。啊，那个产品擦也可以，打勾也可以，对，都可以。然后第二个，如果我太快的话，你可以让我慢一点。我 confused 掉了。So, 好 ，What am I supposed to do on the first one? First one 你就打圈，你就 circle 你的答案。Yeah, I know, but.他有四个字，他给你四个 answer。他说唯一三个字不同意，对不对？我不同意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东西对我。现在在讲第二个。哦，你是说第二个，就第二个的第一题，对不对？那比方说，我的立场是说，哎，我觉得有些清洁产品会危害我的家人的健康，那我不同意。那你是在不同意的那个 column 里面打个勾。我不同意的意思是什么呢？我不太清楚。我不同意的意思是说，我觉得清洁产品就是来清洁的，应该对我的身体不会有危害我的健康。这就是我不同意的理解。不认为它会危害你。对，我就不认为说这些清洁产品会危害我的健康。我全部打同意了。那中立的意思就是说，maybe 有些会 ，maybe 有些不会。然后同意的意思就是说，市场上任何的清洁产品，我觉得都会多多少少都会有危害的，对。然后我就说我同意，就是这样子的意思。对，我知道它，因为它的原文是英文的，所以我们翻的时候就有些错误。OK， 好，那我们去看第二个。我就是要标清楚，听得懂。我需要使用含有强力的，就是很强那个很化学成分很高的那个清洁产品来确保。家中的清洁，然后第三个哈，我知道在容器上如何查看那些资讯，告诉我这种清洁产品是有害的，就等于说你懂得怎么看它产品上的 label， 说哎它 contain 什么东西，这个产品有什么样的。好像我本身呢，我就只，因为它很多时候都是化学名称，我会看，但是我未必我会懂。但我就说，哎 ，maybe 中立哦，至少说我知道，我会去看一下。但是我不懂得说，哎，到底有多少的危害？一二三四，第四个哈，用含有强力化学产品的清洁剂来清洁家具，对我的家庭来说很重要。就说，哎，对我来说，哎，我想到我的先生啊，我的孩子啊，我觉得，哎。To make sure everything has to be clean， 这很重要。好，接下来一个哈，用含有强力化学物质的清洁剂来清洁家具，对我的社区来说很重要，就是对我的 community。原来我觉得我个人好像跟我 community 没有什么关系，那我一直不同意。对。然后呢，最后一个，这表图表里面的最后一个，我所认识的大部分人都用含有强力化学剂的。化学物质的清洁剂来清洁家具，比方说我的父母亲啊，我的亲戚朋友啊，身边的兄姐妹啊，这样子。OK， 好，那我们去看第三题。第三题，请圈出您对下列陈述的感觉。三 A， 用含有强力化学清洁剂化学物质的清洁剂来清洁家具是没有用的、有些用的，或者是有用的。你会觉得说，化学成分越高的话，就清理的越好，
越干净，或者是效果越有效。关键的一个问题是你要用对，对不对？你不可能是拿所有的化学强力化学药品来处理任何事。对，待会我们会提到。Yeah. 所以他的话，他就会 check 没有用。或者是有些用，要有那个就是有谁用就做，有一作弊了，三B 好，三B 哈，用含有强力化学物质的清洁剂来清洁家居是不安全的，比较安全的或者是安全的。三C。用含有强力化学清洁剂物质的清洁剂来清洁家居是不好的，不好也不坏，好的。然后三 D 哈，用含有强力化学物质的清洁剂来清洁家居是不重要的，有些重要或者是很重要，这就看你个人了。这个是重要的。What？ 重要的。因为它主要就是看说你一个消费的态度，因为他就想说，我们有时候在选择一些像买那个市场清洁剂产品的时候，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个人的观念会影响我们消费的态度。那他这个就是事先的一个调查，说是到底是怎么导致我们选择我们的那个消费态度。我的解答，我这个 answer 的话是说，是重要的 ，because。You don't choose it carelessly. You have to really pay attention to what you're choosing. 对，我同意。所以我就会写很重要。对的。所以呢，等待会你会看 after 我们的 lesson 之后呢，它有没有改变你的这个看法？因为有时候你知道之后，哎 ，maybe it's not that important anymore. 健康反而更重要，因为并不一定是要非常的清洁。尤其是关系到厨具的时候 ，kitchen utensil 的时候，你会有一些某个角度上，你会觉得，哎 ，it's not that， 不是说一定要用这个产品，我可以用这个产品。可能我有产品 A， 它的化学成分可能很高，但是产品 B 化学成分很低，但是呢，它的那个清洁效果可能没有产品 A 来的那么100%洗得干干净净。但是呢，我想到说，哎，我这是实用的那个。餐具啊，或者是厨房里面的环境，那我可以选择产品。One more input， OK。可以。假如你这个 number D，、mm-hmm. 你说这个不重要的话 ，I think it's a big mistake because if you don't choose it carefully， you can harm your family members as well as the society at large。OK， so this is 不重要 is not a good answer is my。Personal suggestion.Totally， 我觉得我对这方面没有知识。这中间一个是有点信心，我知道一点点 ，I know a little bit。最后一个是有信心哈。好，第四题的第一个，决定一种产品，清洁产品是否有毒。你看到一个 product， 你知道说，哎，我会避免买这个，或者是我避免用这个，因为我知道很清楚的知道说它有那个灰色在里面哈。或者是这个里面的成分对我身体不是很好。然后第二个，第二页哈，用苏打粉或醋来清洁家居，就是 soda baking soda 和vinegar 是很普遍的一个cleaning 的一个 product。那你懂得怎么用？所以你觉得有没信心？有信心，或者是有一点点你会用，但是不是说？我把床带搞没动。接下来一个哈，当清洁家居的时候，你懂得如何保护自己和家人。再来一个，清洁家居时不会混合清洁产品一同使用。什么意思啊？就是说你懂得说，哎，这个产品对你这个清洁，比方说你这个是漂白水，就单单用漂白水，你不会把漂白水跟混合另外一个产品。
藏起来一起洗创口，就单一的使用，不会把两个产品混在一起使用。如果是单一的使用，是要怎样写？是有信心还是有点信心？你就说，如果你只用你每次是单一的使用的话呢，就是你很有信心。就是不能乱，就是一个使用。对，一个使用。如果说我很有信心说每一次我都是单一使用，我从来不会混合使用的。这些问题是怎么样的人在问这些问题？Do they have a science degree? 他们是 they are researchers.这边不是有一个 Christine Pace 对 Christine Pace 这个 project 的 researcher so what? you were asking what to do yeah I know yeah, but some are good some are very bad I think 他们的角度是从一个 researcher 的那个角度说我要考察说群众的所以说他们的那个 question 是很 book by book 的就是不是很 questionnaire 太 ambiguous 不是想说daily 就是所以你不会想到这样的问题，对不对？你不会从这个角度去想。没有，我下一次这种课我以前上过，是美国人来教的哈。他这个就是你还没有上课以前，看你认识多少，然后上完课再一张给你看你增加多少知识，就是所以你就随便乱写，然后就看你上了课以后你知道多少，那你就进步了。所以不要问太多，就随便看你怎么想。课还没讲了，时间已经到了。对我有一点意见，我觉得这个翻译的不是很好。对，应该有英文来对照。因为你这很多问题，我看起来我就觉得你这在讲什么我不懂。因为我英文的我去上过，我知道，我上过好几次。对。所以这个问题不是很清楚。对，我同意，因为我自己看英文版的时候，我觉得比较清楚，英文版的比较清楚，你可以这样子比较好。所以我希望，因为我们都住在美国，你就用英文、中文，有的人比较不懂英文，你就有下面有中文这样。Yeah, 如果中文、英文讲很多字了，你可以这样子，因为我可能可以给，因为我们有些课是，有些群众是刚刚比较熟悉中文的，所以那时候我就想到是中文，对啊，你可以放在里面说，还有一个版本是翻译过的，你要把英文、英文、中文都在一起，那懂英文的就看英文，要懂中文的就看中文，就看中文，要翻译中文，对呀，对。还有一点哈，就像他讲的，就是你给我们只有中文版的话。人家后来做统计的话，会啊，是我们这些人都是大概英文都是没有，他就是有中，他就是要我们针对说中文的群众，就是否人人肤色，所以我们。I know.Use American language is common language. 但是他我知道，我明白。这个对很多新移民，他根本不懂英文。他主要就是人人不上针对的一个 demographic group， 就是说会做中文的。然后我们有一些 trainer 是专门是做 Spanish workshop， 他没有在做任何的 racial 的 discrimination and not anything like this。他只想说提供一个。workshop in Mandarin 就这么简单的一个可是我们也都能读中文了可是说这个翻译上太可是你要中文的话要让看的人不会 confuse 会 understand I agree 要 understand 如果要做中文要做双语也要另外一个语言也要那我觉得做 bilingual 那个 idea 是很好我觉得这个应该可以 feedback 给他们就是因为是中文版的 for certain group 我们可以提供 bilingual 因为我自己本身看英文的时候我觉得比较容易明白那些小朋友怎么那么多问题啊他们都没有办法讲了我就想说我要怎么办不然的话我们这个表上面花太多时间了又是好了接下来我都忘了我停在哪里了OK 好我们可以将这些 cleaning product 存在小朋友摸拿不到的地方，因为这题比较 straightforward， 就是哦，我每次都会这样子做的话，那就是很有信心。所以偶尔我懒了哦，我就会放在就是 under the sink 的话，那 only maybe 有一点，我知道，因为它的 answer choice 有点不搭， you know, it's 大家包含一下哈。好，最后一个，将无用的清洁产品送往废弃物的。处置场所，废旧的处置场所，英文叫那个
hazard something. Hazard, household hazard waste factory. 它不单单只是 recycling， 它是 hazard household， 就是有那个产品是你的 container 是有，有那个 certain amount 的 poison 在里面的。特殊的场所。对，有特殊的场所，它就不单单是 recycle 那个。快可以了，最后一个 number five， 你多久会做一次下列的这个事情？哈，说 answer twice 是重复、有时或者是经常。好，你会阅读清洁产品容器的那个包装，你会读那个 label， 重复、有时或者经常，我经常都会读的，之后才买。利用容器包装上的资讯选择更安全的清洁产品，你会 compare， 说这个 container 这个产品 contain 这个成分太多了，我不要，那我选择另外一个。可你们当中有一些 science 的背景的话，那你知道的可能会比我更多，我是完全，你说是跟着哪一个 sales price 就买哪一个 sales price 的东西。好，用湿布抹擦去屋内的灰尘 ，instead of dry cloth， 或者是他们有一种 Swiffer 啊之类的那种纸啊，或者是你会选择，每次我都会用湿布，湿的那个布来擦抹灰尘哈。接下来是用苏打粉或者醋来清洁家里，你懂得怎么用苏打粉和醋，重复或者是有时，对我来说好像我会有时。或者经常。再来一个，在清洁家居时将窗户打开，在清洁家居时戴上防护手套，然后最后第三个，将清洁产品混合在一起使用，这题是重复题哈，你会混起来用吗？或者是分开？哦 ，maybe 我用 dishwasher 的那个清洁剂跟那个 maybe 跟漂白水混在一起用， okay， 对，那两个顺序。你要同化学，同化两个一弄就是多出来。我用过，其实很多饭店都是这么用的。好，来，等到我们再待会再讨论哈。最后第二个，将清洁产品储存在儿童接触不到的地方，这是重复题。这是你刚才有问题对不对？我怎么没有要带那个 filter？ 要戴口罩，为什么没有？我不知道，这。写问题的人，这点很重要啊。清洁你要过口罩，因为那个化学品会有化飞性。对，其实我们的那个行动袋里面有送大家一个小口罩，就其实也是提议说在某些情况下，对，还是要戴个口罩比较好。好，然后最后一个，将无用的清洁产品送往那个废弃物的处置场所，就是 hazard waste 那个特定的那个地方，你懂得怎么去，你知道那个地方在哪里。好，下面这个一二三四呢，就是要确认你的那个这个问答卷是属于你的，因为他给你打电话的时候呢，他会对照说，哎，这一张是跟这个人是一套的，这才他才会知道说你上课前的知识大概是这样子，那上课后60天。对你在某些价值观上，或者是在选择产品上，或者在清洁家居的时候，你做出的一些改变，那他怎么对照呢？就是他用你的出生日期，你不用写年，不用写月，不用写年份，你只要写月跟日，月份跟日期，那年龄范围你打个圈啊，然后你的名字的第一个字母而已，姓还是名哈 ，first name。比方说我是配饰 P， 我就写一个 letter P 就是了。没有啊，但是你另外一张是写 last name。last name。要不要你放 last name？ 我不知道 Evan 是怎么选的。你就跟这个 form 吧。我们就跟这个 form 吧，因为打电话不是我的范围。对啊，但是你交出去那一张是用 last name 吗？对呀、啊。那么用 last name。你刚刚走进来那张是 last name 吗？随便他们决定。他可能是这样子，对不对？他可能用上一序来对，他不是对另外一张。那你猜吧，那就猜这个是 last name， 就像这个。
我最听话了，老师说写批我就写批就好了嘛，啥都说不过来了。大家都一样的，看你啊，看你啊，不许笑，赶快上课吧。来来来，这是新的，对呀，对，要不然太有什么了？上课，现在也反正考试的，没有考试的，没有考，没有考，你要说吧，我还要说吧，从后来，你要，我都开始冒汗了，你要说吧，你要去不久了，开玩笑，我们陪你啊，你把这张当教科书。还有笔要收吗？没有，那个笔都要收吗？对呀，笔都要收哎。送给你的。要收，这张不要，钱不要。好，谢谢。好，谢谢你们这么有耐心哈，好，非常快乐。这个主题就是啊，更安全的清洁用品。那我会选到三方面哈，那我会就简单的讨论说清洁，当你清洁的时候呢，这个过程会伤害到你和你的家人吗？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哎 ，clean 是 clean 啊，可是我们没想到说，到底 clean 的过程中对我本身有任何的影响，或者是对我的孩子在屋子里面的任何人有影响吗？那第二个学到的就是我们要怎样才能找到更安全的清洁剂？就可能会我们待会提到一些 label 上面的一些词汇。那知道之后呢，我们要如何做出改变？就是如何保护你和你自己和你的家人，就是今天要讲的三个这个重点哈。好，清洁产品。其实叔叔我放后面，你知道吗？没关系，好，你放下来，我给你放。好的。好，清洁用品能够伤害到你的家人吗？多多少少会啊，过敏啊，通过什么管道？如何？呼吸啊，接触啊，还有呢？对，就很直接嘛，对不对？我们第一个就是说洗碗之后你就觉得很干燥，这是最common 的，让眼睛呼吸进去哈，都是这些，你们这些都很基本的都知道了，那。你想看哈，如果一个清洁剂可以融化掉一些油剂或者是酶的话呢，它就是有腐蚀性的。那如果它能够把这些东西腐蚀掉，肯定对我们的肉体也会造成多多少少的腐蚀性。不要说那个Clorox 液体的，就当你 Clorox wipe， 你这样子拿的时候呢，它已经有直接接触到我们的皮肤了。有腐蚀性的化学产品会熏伤皮肤或者是肺部哈，那轻微的也有严重的，就是干干的，再不然就是裂掉了。那有些有毒的化学产品可能会引起不舒服，有些气体你混合之后气体你会觉得头晕，你会觉得要呕吐，这已经进到身体里面去了。再严重的呢，五年十年长期下去就可能导致癌症了。好，再来就是一些化学产品混入空气里面的时候呢，我们就直接吸进肺部。比方说什么喷香机啊，我们插在电那种很香很香的那种。在美国哈，它在这些新香喷香剂里面呢，它没有一个 standard 的那个amount，就那个对芳香剂，它没有说你可以放多少的那个芳香剂。但 artificial 的香味，它没有一个 standard 的一个成分，所以有些产品可能比较强烈一点，比较香一点。然后呢，这都是进到你的肺部里面。那香水呢？香水就不一样，香水是 cosmetic， 它这个就是一种环境的那种喷喷喷的那种，就是在bathroom里面，甚至是蜡烛，他们做蜡烛的时候你点的那种都没有一个很 strong 的一个 standard， 都没有，所以这都是进入身体里面去的。好，所以答案就是其实都会，清洁剂多多少少都会伤害到我们的身体。那我们要怎么去面对它？怎么去用哈？我们就要看看，有问题啊？没有啊？我们 move on。谢谢。清洁用品能够伤害到，在如何伤害呢？我就做一个很简单的一些这个题，那我就随便分哈。然后你可以看了之后呢，然后我们就可以放到上面去，就很简单的图表。然后我脸拿着碗 over here， 好。1, 2, 3, 4, 5，这个其实很 common sense 的。眼睛怎么样？会不失眠。不
是对，是失明啊、比较轻微的就是怎么样，会眼睛会红，对，可能是那个气体熏到啊，很辣，会痒，然后再严重一点的就是不小心我喷进去的话，就直接导致失眠，对不对？然后眼睛的那个可以拿上来哈，然后呢，这个地方是什么？肺怎么样？Anything air 的，那就好像那个啊、一个叫喷窗口那个叫什么了 ？Windex。对了，哇，以前很喜欢 Windex， 连汽车里面的那个都是用 Windex 喷了之后爬进去擦的。那个你一喷，那个味道就是直接进去了。那以前都不知道啊，所以我今天、对，对 ，anything 的喷的 ，it goes into our body。好，眼睛，然后这个，然后这个地方是什么？我忘了 ，what is that？肾脏对了 ，kidney 是什么？我们的平时我们的肝和肾是功能是排毒的，对。那你 unnecessary 的接触的时候，身体就消除不到了。那我们上次我们去 training 的时候呢，叔叔谢谢。我们去 training 的时候呢，很多有一些墨西哥的群众，他们很多都是在服务业里面做工的，在酒店啊之类，那他们天天都得接触这些清洁剂，而且是很大份的，很沉，然后他们不能够控制，因为这是公司定下来说你一定要这样子用，所以他们对他们来说是挺挣扎的一件事情。Nice，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的 alternative 的一些清洁剂，它的效果其实没有 chemical 的清洁剂强，所以在工业商业上来说，他们一定要用最好的，就是效果最好的，所以逼得他们也没有办法。所以引起肾脏以及肝脏的受旋。然后这个就是手，手在这里。皮肤接触的化学产品可能会引起红肿或过敏，会龟裂啊、痒啊、脱皮啊之类的。然后呢，这个就是我们的肺，脑住呼吸管道、呼吸系统。洗澡是不是尽量不用肥皂？也不一定啦，我觉得肥皂我觉得很基本，所以肥皂还好，它那个清洁剂不会很高，不是像喷香剂，我觉得喷香剂是最那个，你说喷香哇，你整个人都醒了，鼻子都很辣。但我觉得肥皂还好。然后这个哈、接触太多的那个化学物质呢，也会导致生育的问题，以及也会影响到胎儿出生的时候体重过轻，就是也会影响到生育问题。好，这个 OK 了。那我们家里有哪个地方可以避免得了吗？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也不是个问题，到处都有，我们根本避免不了。窗户和我们最经常用的就是 Windex 啊，你看，擦窗口、门口，对不对？也是里面有清洁剂。厨房里面呢？我母亲每次来看我的时候，她最忍受不了的就是我的 oven， 里面怎么这么，她就会开始刷，开始那个什么。那我跟她说，妈妈你不用洗得这么干净，她到处还是食物的渣，你清洁之后反而是把化学成分带进去了。然后我们在 training 的时候呢，我们那个 trainer 呢，他就做了一个实验，他那个 brand 叫什么，看一下有没有，他是一个很好的 oven cleaner， 这个妈妈就清洗她的 oven， 哇，她说很好用，喷了之后呢，那油就全部都出来了。可是呢，她用那个同样一个 oven 烤了三次之后，她还闻到这个味道。对，她说她清洁，那你用了之后，她你满足感很高，哇，闪闪亮亮的，那个油剂很好擦，很好出来。可是后果就很不好，她说烤了三次之后还有那个味道。那我本人的感觉就是，你那个污迹还是就是从你食物里面来的。其实有时候没有必要做得这么干净，就是你不用说哇，只是 OK 就可以了。然后，而且另外现在，对呀，我很多 alternative。其实今天我们主要的就是说，我不要这些东西的时候，我可以用什么？当大家可以给意见，就是你用过什么，你觉得好用的，大家都可以提出来。而且新的 oven 都有他们 self cleaning 的 function， 对呀。好，浴室。就是这个最简单的，你的那个马桶的那个，
一个像小鸭子的嘴巴那个，挤一挤，这些里面都有很高的一些腐蚀性的成分在里面。然后还有就是下水道，那个牌子我忘了叫什么，你倒进去之后，隔夜之后哈。所以隔夜冲水里面的，这样。这东西你想想看，那个成分里面的腐蚀性的那个成分有多么的高哈，是actually很就是你真的要用的话，没事你戴手套，戴你的一个goggle，把保护好自己。如果真的需要用到的话，客厅。然后呢，我以前我先生都很喜欢用一个喷的，喷在干的布上，然后擦了之后呢，就会 catch 那个 dust， 然后那个 furniture 都有点亮亮油油的，其实都不好。宁愿就是简单的用湿布这样子擦一擦就可以了，也不一定要油亮。后来我在 YouTube 上面学一个方法，就是有时候汽车的 dashboard 你擦了之后，对不对？然后有些人喜欢说亮一点好看一点，他就用纸巾跟橄榄油，橄榄油就是我们的 food 嘛，对不对？然后就用纸巾放在 paper towel 上面这样子擦，那它也是很油亮，而且对身体也没有任何的那个坏处。但是我觉得有时候当家里的这个家具也并不一定要油亮，就是把那个灰尘擦掉就是了。然后我觉得这个我们亚洲人做得很好的，就是在入口处我们把外面的鞋子穿进来，就是在就算是入口有一个地方是专门放鞋子的，就会说擦到房间里面去啊之类的。好 OK 好，你看我们好来，好，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 label， 在每一个产品上面呢，它都会有 label， 我们刚才翻是中文的，英文就是 caution、warning、danger 和 poison。所以刚才如果你看到 caution 的话呢，是最轻微的，不代表它没有化学成分，它有，但是它成分是比起其他产品来说 ，maybe 在这个 level 里面还是最少的 ，according to 他们的 industrial standard。然后 warning、danger 和警告。好，我们玩一个游戏哈，我一发一个 container 出去。那我就请你们再尝试看，在 container 的哪个地方可以找到这些词汇，好不好？好，我就这样子传一传。我可以看一看。好，我们可以换着来看。这书单有毛笔。好。所以你会发现到，你找得到吗？还是找不到？还是有这个字，还是没有这个字？这个对，你可以传一传，再来看一下。你说，我开始以为说，哎，这么重要的资讯，应该会字会写得很大个，其实字很小个，对不对？这 caution 啊。对呀，我开始以为是这么重要的 label 的字，字会很大，对不对？很小一个，对不对？每个都有吗？好，好不？有鱼色的。这个，对，它就那个牌子的颜色而已，跟那个没有关系。但它就写在前面，它这还挺大的，对，这是挺大的。在哪？ Precaution。这个没有啊，这是 dangerous。同一个 color， 你不会注意到，你会注意到。要红色起来。好，如果它是写 caution 的话呢，它会导致轻微的中毒性。就是暂时性的，比方说可能会皮肤过敏或者是呕吐，所以他还是会 caution 你，就不要吃或者是小朋友不要来放嘴巴、放眼睛里面。然后最常见的产品包括防冻剂、汽车清洁剂，然后呢很多是我们的 laundry 的那个洗衣服的清洁剂里面，擦地板的、鞋油啊这些，里面都是 caution。对，好，警告 warning。warning 呢已经是属于有毒了，那它会造成的范围呢，就是也是暂时性的。OK， warning 还是暂时性的，也是皮肤过敏的呕吐。然后它其中包括就是洗厕所的啦，洗浴缸的啦。你看哦，
你们喜欢种菜的话，这很多肥料里面都是 warning 肥料，然后油漆，很多的杀虫剂，杀那个 spider 啊，那个 wasp 蜜蜂，这些都是属于 warning 了。那我们看到一些 caution sign， 对，它没有说那个这种颜色，它没有放颜色，它没有放颜色，这个只是我们做铺设的时候标出来的一个颜色，就是它并没有说规定一定要有颜色，没有，而且哈，我觉得最不公平的就是这么重要的一个资讯，它的字体没有一个 standard form， 就是小小一个，对，让你看不见，对，而且对。我觉得这个 commercial 的东西就是看起来就不满嘛，对呀，它就是这个很大的出了问题，它就上那么大，它的水每天这个还有三个人每天，然后到定卷的时候呢，就是所以之前这两个是暂时性的后果哈，那这个呢，它有比较强的毒性，会造成比较永久性的严重影响，对 danger， 然后它会造成。它有可能会爆炸的一个情况，然后最常见的就是杀灭昆虫的啦、植物啦，有些是户外的 oven cleaner 上面有些危险，对 oven cleaner， 哎，那个中国产品吃不死，而且很多喷的都有，你只要是有点温度的话，它都会有 explosion。这个就很直接了，poison。那他说呢，他的解释就是，凡是有这个 poison label 的呢，只要服下属滴。可以能让平均体重到达150磅的人致命，觉得那个 level 是很强的。但我觉得我们生活中普遍应该不会接触到。是什么样的？我也不知道，他也没有给我三种。但是我觉得，我觉得杀虫剂也没有这么厉害，可能是一些比较强势的。我觉得在我们普通的生活中应该不会接触到。不会马上死。对，不会。挣扎一下才死。他们也不会直接告诉你的，怕你拿过去。也不会啊，因为那个美国就是。连吃个花生都会死人啊，所以就好了。所以刚才我们有一个情况，就是当你看你找这个四个字的时候呢，有些产品上你找不到，对不对？哪个产品找不到？对，有两个，有两个东西是找不到的。这个找不到。这个一个是它是食物，像 vinegar 跟那个 baking soda 它属于食物，所以你要如果真的要你今天回去之后你决定说我要用 vinegar 和 baking soda 来取代的时候呢，你去 cleaning section 找不到，你要去 food section， 因为它是属于食物，所以没有 label 是安全的，你可以食用的。 vinegar 可以用来洗碗吗？可以，我没有用过醋洗碗的，但是他们说醋去油好用，所以现在我都用醋来擦我厨房的地板，尤其是我煎鱼之后啊，或者我先生煎蛋啊，他煎蛋好乱，这我就会用来这个加点水就擦地板。你像虽然醋味挺重的，但是我是挤点柠檬进去就 OK 了，它去油的效果很好。然后第二个情况就是那个产品不是产于美国，可能是加拿大，或者是产于墨西哥，然后呢是他们私下带进来的，或者是小部分带进来在 cultural shop 里面卖的，所以他们就没有这种 label， 就没有刚才那个四个 label， 因为就不是就在美国 manufacture， 所以我们就尽量回避免的话，就不要用这些产品，因为它就没有任何的一个 standard guide， 说里面的化学成分可以放多少。我有一个问题，就是在这种products 里面，说在 household 里面有小孩子。有中毒的那个 case， 你们有没有 statistics？ 没有哎，我们没有拿到。我们 training 的时候没有拿到任何的 statistics。I think would help to have some statistics， 因为就是说这些东西的话，喝的水哈，对小孩子来讲比较危险，就是说对，也许对大人没有那么危险，可是很可能
对小孩子，对，因为小孩子他是他的身体的那个排毒的那个 function 要比我们成人来的 tolerance 要，而且 they can't read the labels， 对， so they grab something and then put it in the mouth。 对，我觉得他们没有 enter 那个 statistic 的主要原因也是因为我们的这个 workshop 是针对成人，然后说就是 if we do our part we can prevent 我们的小朋友 get into any accident。好，所以一个是食物没有毒，然后呢不产于美国。如果你今天觉得说，哎，我要改变一些消费的方式的话，那你可以选择一些比较 common 的organic 的 product。那 organic product 相对来说价钱可能会贵一两分钱。那这你也不用去背它的那个 logo， 被认证的一些比较 organic 的一些产品，它主要就是。你看了就会知道说，哎，它有很多绿色的、蓝色的一些私人的机构，这些都不是官方的一些certification 的一些机构，都是私人的。然后 Eco Logo 是加拿大的 ，Green Seal 是也是 private 的 ，Safe Choice 也是美国的，可是我不知道是不是 private， 应该也是 private 的。然后我觉得现在的商场里面，像 Target 啊 ，Fred Meyer 也不错。他们都有一个专门的 section 是专门卖很 eco-friendly 的这些 product。 那你真正要比价钱的话呢，其实就贵了一两毛钱，然后我需要的时候我就是在有 sales 的时候囤一些起来这样子，但是真正用起来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哎，它没有这些的效果要好，你可能要多用一点点它才能够比较清洁的比较好。但如果你真的觉得说 I don't mind that cost different for my benefit or health 的话，为了我自己的健康，我愿意付出那个，所以是个人的选择。问题 ：How do we know 这是 organic purely organic？ 那个我就没办法回答你了，但我只能够 refer 说，很多商场都会尽量的找一些 certification， 他们有诚意 produce 生产这样子的 eco friendly 的产品的时候呢，他们都会尽量找一些。官方的，也不是官方，就是一些 certification 的 agency 来证明它的产品。但是产品怎么确定说这个是真正 organic 呢？我就没有办法给大家一个 guideline 怎么去比较的。所以我就没有提说你要买什么产品、什么牌子，因为我也不知道，就看你个人用了之后你自己的感觉怎么样。如果我们跟消费者 communicate 的话，我想有很多人说 yes， 我会去买 organic。但是我也许付冤枉钱，可是我买到还是 non organic。 对，我同意，但是我今天就是我没有办法给你这方面的资讯，但是我可以给你的就是这两个一定是 organic。 所以今天可以跟你推销的就是跟baking soda， 但是其他产品我也不是代言人，然后我只能够跟你说you have 一个 choice B。 choice B的效果怎么样，我就没有一个牌子给你用，但是这个两个一定是一个很好的 choice。 好，所以在今天的行动袋里面呢，他就提议他会提供goggles， 比方说有时候我的那个冲凉房上面有那个黑斑，对，然后有时候会泡的那个漂白剂我会喷嘛，那就往上喷的时候一定会有一些下来，所以你就戴 goggles 跟口罩，因为尤其是任何角落你要清除那个霉的时候，所以刚刚和手套 and then 打开窗户是一定要尽量的，而且是要两边通风的，你开一边没有用，要两道可以气流那个流有那个空气流畅的。好，那我问题就是如果冬天的话开不开呢？冬天还是要开，而且对一定要20分钟。我就跟很多不同的群众说，有些人比较省，说哎呀开了之后那个暖气什么什么的 no， 你开了之后的那个效果要比没开更好。然后呢刚才提到说不要混合来用清洁剂，尤其是漂白水跟ammonia 中文叫什么我不是很清楚，这两个是最严重的氨水Clorox 和温量掺起来的那个效果很严重，它有一个气体出来，然后那个气体就是 within a few seconds 因为头晕要呕吐了。所以 so why would anybody combine the two? Because 有些人没有意识不知道，阿姨，因为 not everybody 知道说怎么去用，有些人真的是不知道，他觉得哎，洗衣服的东西和漂白水一起可以。
我们是建议说尽量不知道的情况下就尽量不要。对，我也听说不要，但是呢，我知道有些人像我婆婆，她就觉得 Dawn 那个牌子跟漂白水掺在一起的时候，有些污迹去得很好，但是我就不能够站在这里说哦，你可以用。对，我只能够说尽量不要这样擦，因为我们不知道它里面的成分的时候呢，就有意外就是意想之外嘛，对不对？好，这很简单哈。好，那接下来这个是好，你怎么保护你的家人？几个 example， 我的相似卡在哪里？好，这是什么？哦，哇 ，cheese 跟 caramel 很像。哦 ，I see。你看它的包装很相似哈，一个是Parmesan cheese， 我们吃意大利面的时候撒在上面的，然后一个是擦那个 cleaning 擦浴缸的，然后尤其是小小朋友，他们不会认字的时候，不小心就，所以刚才提到问答卷中有提到说，我们会不会养成一种习惯，说把清洁剂放的锁的地方或者放高的地方，然后不要随手用的就放在厨房的那个台桌上，因为这是为了避免不必要的意外。这是一个 example， 那这是另外一个 example， 另外一个例子哈。一个是果汁葡萄汁，另外一个是擦地板的清洁剂。然后呢，它的那个包装很奇怪，它对。它这个是一个墨西哥的产品，然后呢，后来我们问了之后呢，原来才知道它这个产品有很多香味，它有苹果的，有那个什么什么的，所以它包装上就有这样子的图片，所以你在放着，小朋友哪里知道，匆匆忙忙口很渴跑进来厨房，一拿就喝了，所以我们要真的当大人的，我们真的要小心点哈。以前有一个那个直销产品啊，直销产品，他说宣称说这些清洁剂都可以喝的。相信吧，压力不会怎么样。那东西应该是那个生化科技的嘛，那东西。Anyway， 所以大家就是包装上要注意一下哈，所以我们储藏东西是要注意一下。那有时候呢，我们东西用到一半，说哎呀，想说不要浪费，我们倒出来留着，这个 idea 好吗？是很不好，因为你留下来之后，你另外一个人不知道。对呀、啊，你忘记，而且是如果是颜色是透明的，这样子你到了那边孩子也不知道是什么，就拿来喝了。所以我们的建议是，不要有必要的话就不要留，就或者是你真的要留，就留在 original 的那个 container 里面。如果是你真的需要把它倒出来的话呢，就用 marker 写一下到底是什么，然后呢放高一点，放远一点。好，储藏在孩子接触不到的地方，然后这个就提到说，把不需要的产品送到那个 hazard waste 的那个地方。待会我会发一个 form 给你们。这个呢，就让你们知道说，每一个区它都有一个 hazard waste center， 然后它的开放时间在什么时候？对，然后你就可以说带过去。然后我刚才听到说，你也不用说天天带，就是我有时候是半年一次，一年一次。那你就找一个纸箱把那个 container 放好，然后送过去的时候呢，他们都会说，你甚至是你进去跟他说，哎，我车上有这些东西，他会出来帮你拿，你都不用说自己提进去，所以他服务蛮好的。待会分给你们这个。然后如果是你有真的有问题的话呢，他这个上面也有这个 number 给你，这张表格上面有一个 hazard line， 有害物质的那个热线 hotline。然后你可以询问说，哎，如果有这个产品，我要怎么处置？我可以拿到你那边去丢弃吗？然后它有不同的语言，你可以 request 你需要的语言，那你可以发问哈。好 ，OK 了，谢谢。那我就这给你们带回去。你们可以多拿几张都没有关系。那我建议呢，你都会有个地方放你的 recycle 的东西嘛，对不对？然后有那个什么时候垃圾什么时候来收的那个 calendar， 对不对？那我建议你可以把这一张贴在同样一个地方，就不会不见了。因为我之前打回去，就是很多 flyer 拿回家之后 flyer 就不见了，那我就贴在跟我那个垃圾回收的 calendar 上面，这样我就哎不知道时候就可以放一下。
有啊，还有玉米呢。因为现在已经管了。对。后面是中午。可以找到那个到那个上网去查。网上那个都在这里了。早上几点？上午八点到下午四点，所以 anytime 你送过去都可以。应该是免费的。然后呢，它还有一个表说，你前面一个就是你什么东西可以送，什么东西不收的。然后如果是你真的手头上有这些不收的话呢，你可以问他说 How do I do with that？ 你就可以给你 ideas， 说你要怎么去处理。然后它这些产品，好像像电池啦、啊、motor oil 啦、啊，比较常看到的电灯泡啊，还有什么？像电灯泡了，都要送到那边。就是一些cleaning supply 哈，比方说 maybe 漂白水 Clorox 的瓶子，那你平时以前我都会说，以为是冲水就放进 recycle 里面去，其实可以吗 ？No， household cleaners， household cleaner 全部要放到 hazard waste， 所以你甚至不用冲水，因为冲水之后它还是到我们下水管，还是进到我们的那个 water chain 里面去，所以对，其实就是你不用完全不用去 rinse 它，就全部存了。然后可能半年一次、一年一次的送过去。然后我建议就是你拿一个 box， 然后放在 garage 里面。但是呢，不要放靠近那个你的 water heater 有温度的地方，就放进比较阴凉的地方。然后可能如果家里有小孩的话，就可能就是放得高一点，放在一个 rack 上面，小孩子拿不到的地方。还有一个问题啊，很多 households 有这个 leftover medication。对啊，这些 medication 有很多非常毒的，对，有包括那个 antidepressant， 对 ，pain medication， 对，所以他们收不收这种？对，好 ，medication container 有分两种，一种是 over counter， 对不对？一种是医生开的药方。那我们先说 over counter， over counter 呢，它让你丢垃圾。哎，对不起，它的 over counter 是容量你倒掉，但是呢，空间呢你可以 recycle。白色的那个 container 可以 recycle， 然后你它去里面的 whatever 你就 pour it away， under into sink 还是哪里都可以。马桶，但是这个 container 可以 recycle， 它这个罐盖子哈，如果是小过你的拳头的话呢，全部要进垃圾，只能够是大过你的拳头才能够 recycle。他们的原因是它的那个 grinder or whatever。它就塞克不了这个形状的，它要大的盖子才能够。那如果是医生开的药方呢？怎么办？
现在 farmers review。 Okay, 等一下，我有经验，我前日去 Mark Buckhill， 我拿一堆以前像台湾带回来药什么，拿去给他，他就给你分。然后不认识的药不行，你不收。然后认识的药他才收。然后不认识的药，他给我一个电话，是另物的警察局的电话，因为他防说你可能是毒品，对，所以你要找警察来收。Okay. 对，那。这个情形我们就怎么说呢？有时候你要混在猫砂里面把它丢掉了，猫砂。Yeah, 对，他的 that's safe。他给现在对你丢当垃圾，他绝对是掩埋，埋掉了。他给我们不会再出来。他给我们的建议哈是，如果你 left over 的医生的 prescription 是你要混在咖啡渣里面包起来丢掉，但是跑到土地里面去了呀。他就说你要放咖啡渣或者茶渣，有人说放猫砂了，对，养猫的话就放在猫砂。我忘了问 Kristen 为什么要放咖啡渣，我们可以去问一下，再给你们answer。但是我也一时没想到问他为什么，但是他说处理就是你要包在咖啡渣里面丢，你不能够说就是这样子包在，而且一定要脱离 container。然后这个 container 是不能够 recycle 的，所以一定要丢垃圾的。你可以，其实它上面有没有 personal information 呢？也没有，它就是一个名字而已。你就可以把你要的话就把名字涂掉。以前那个国库全部掉的那些药局旁边都可以丢啊，它现在不可以丢。现在没有了。所以现在我最近哈去那个 bartel 啊什么的啊，问了半天，好几个 bartel 没有收了，现在根本 refuse 了。对。然后是4月29号。在那个 Bellevue 的警察局，他收这个东西。Unfortunately， 我是 out of town， 对，所以就是这个问题很大，你知道这些药非常的。其实哈，你可以放在地里面，对，是一个好事。所以他不让，对，他就不能说，他就没有提出你可以倒进马桶啊怎么样？尤其是医生开的 prescription， 所以我觉得我们群众可以做的就是 we can request local police station， 所以我们能不能看多几次，或者是在 certain area。提供医生在 rental community 上的时候，他这里有说要这个药可以打电话，什么206。对，哦呀 ，Thank you， 你可以讲，他可以打电话问哈。这个表格上面，在你的 column， 你的 left hand side column，take back your meds.org， 它有一个 website，take back your meds.org，、oh, okay. 或者打。他206的电话是所以是 local 的电话，我没有用过，所以我不知道他打过去之后他提议的服务是怎么样的一种服务，所以你们知道，因为你知道最近有一个报告，就是说那个新鲜的那些生啊，肚子里面有一大堆的毒药，就是我们处理的不当啊，对呀，就是嘛，对呀，还有那个女士的洗面乳里面都是很细的塑胶粒，对，它那个磨砂膏 micro bits， 然后都流到水里面，水海里去，你就把它吃掉。对，我前阵子看到这个报告。哦，那还有一种phenomenon， 这个跟好像你今天的这个lesson 是有点好像不是very cohesive， 因为现在是夏天，大家都有要煮那个 barbecue 啊什么的，所以现在就是有个很危险的事情，就是说有些人他在 clean 他的那个 barbecue grill 的时候，用一种那个金属性质的那种 brush， 刷子，然后刷的不好，那些小小的 brush 哈、啊，就会被那个肉粘住了，然后等到全家在吃 barbecue 以后，发现吃到肚子里面，然后开始就 internal bleeding， 就变成 major surgery。所以这个哈，大家要很小心的。有些东西其实没想到，没有必要要 clean 的那么厉害。对，我讲一个非常非常特殊的一个例子，我在 Intel 上班的时候，我们是装那个电脑吗？它有规定，螺丝只要拆下来一次，就不准再重用。你想象得到吗？螺丝啊？为什么？他说螺丝你在下来的时候可能会有 microchip 在上面、，microchip 上面你再放再重新用的时候，下一个 motherboard 可能会 short。你根本想不到啊！他规定就是在等于是一个制程之一，他说你拆下螺丝一定要马上丢掉，不准再用。哦，那我们都不想了。
他们做 board， 呀，让那些人去管。You know barbecue， I think you know you should be able to do a barbecue without cleaning. 同事怎么就吃进去了？那要表示他们要 rinse 干净。嗯，为什么会结石？会断啊，那个小鼻子会断，说的不准。那我不知道会断，那你就没有 rinse。我转回话题哈，好，那我们讲完这些之后呢？好，在我们今天的 bag 里面呢，有几样产品啊、是送给大家的。我看一下有没有那个小鸡粉，我把它叫成小鸡粉。有，你们喜欢没有 ？OK。那我们知道这些 label 之后呢，那他就给你一些 alternative。那其中最常用的就是 vinegar 和 baking soda。那 vinegar 和 baking soda 呢，他们两个混起来之后，它会发一个气体，谁知道那个气体是什么 ？CO2 就是二氧化碳而已。所以你看到那滋滋声的时候呢，你不要害怕，它就是我们呼出来的二氧化碳而已。然后这很好用，很多方法。你那个 grinder 味道很臭的时候，你就先一杯一大匙两大匙的 baking soda 先下去，然后一大杯的那个醋先倒下去，它就会起那个 bubble 的 effect， 就是 loosen up all the dirt， 然后那些煤那个发霉的味道。之后呢，一大罐的 boiling hot water 冲下去，它就清掉了。又帮你消毒啊，什么味道都清掉了。你要再是 clean what grinder， 你那个厨房那个 sink 厨房里面那个，你说我们哦、oh, ，I see， 你说我们会很臭嘛，对不对？或者是你把它换成了单单是 baking soda， 你加水变成一个 paste， 稠稠的时候呢，你可以擦那个你的 countertop， 对，然后醋，那我学了这个之后呢。我就第一次清我的冲凉房的时候，我就先用漂白水把那个霉杀死，因为霉是活的，你没有杀死它呢，它还会继续的在延伸。那第一次我还是用漂白水把霉杀死之后，那之后的 maintenance 呢，我就是用醋，半一半的醋一半的水，然后呢我就喷，让它30分钟之后再冲水。那如果你觉得小孩子不喜欢醋的味道，你就可能放一点柠檬汁进去。然后它就过去了，然后醋就可以保持，说不让那个霉再重新生长。你讲的那个，我 the only objection 我觉得就是还是不要去喷它，因为哈，你假如家里有小孩子的话，它吸进去 not good， OK？ 哦，你说我用那个Clorox 那一部分吗 ？No， 你讲的 vinegar， even 你的 vinegar diluted by half， 然后你还要去 spray， 还是对。一般小孩子讲不好。Don't do it. Okay, I'll take your advice. 但是我觉得是，就是 as long as 它是food的话呢，它的伤害性要比 any chemical 的来得强。小孩子的肺哈 ，very sensitive。当然我不会说喷了让它马上进去，我可能跟他说，哎，妈妈在清理 ，maybe the next half hour 你就不要用冲凉房，然后我当然会把窗口打开，就是我们做我们尽量的 common sense 可以做到的一种保护行为哈。然后袋子里面呢也有这个产品，虽然说它是 caution， 你擦那个你的那个冲凉房啊，或者是浴缸或者是厕所的时候呢，它就给了这个 product 叫 Bon Ami，Bon Ami 是个很老的牌子，虽然它说 caution 哈，但是呢它里面没有芳香剂，所以你用的时候它完全不香的，你擦了之后呢味道反而有点臭臭的，就是那个污迹的味道，所以你就可以用这个来刷你的那个。浴缸对，那我现在都让我的孩子帮我刷，我觉得我还放心，就是不担心说它会有那个细菌很多的那个成分。然后呢，这个是 Murphy Oil，Murphy Oil 是来擦地板的，但是它今天袋子里面没有这一款东西。Murphy Oil 也是去油，但是它的味道很臭很重，但是呢，它也是一个 caution 的一个产品，会比其他的牌子来的安全很多。它就前面 maybe 十分钟，它味道比较重一点，它就是它那个油的味道，它就会起泡泡。而且这个牌子用了之后呢，我用的时候，我觉得我都不需要再去擦第二次，因为有一些有时候它们的里面，你擦了之后你觉得还有那个肥皂滑滑的，还要再用清水再擦第二次，那这个都不用，所以你就少分量，它一个盖说你可以用多少 each time， 它是 for floors 和 surface。主要就是擦地板啦，就是 wood 的地板。那现在有那个 rubber 可以擦地板，对，湿的，现在也是好。那我就不知道它里面的那个它放的是什么。那你平时就想说你味道重了不要？对，它不是，就是要你们知道的人讲出来，我们才会用。
照你这样讲，你味道重，我敢买吗？我不敢买啊。对，其实你觉得都味道重。我个人的感觉就是，就是如果真的不需要的话呢，你 really don't need it。So I tell you what， 我其实我家里都是 solid wood， OK， 是纯粹的 wood， OK。所以那个directions on cleaning with the floor，就是肥皂水 soaking water， 然后把它擦干。That's it。对 ，no more。对，不用。对。可是我说，如果真的不必要的话，没有必要的话，你这些都可以除掉的，都need it。所以刚才说，你擦家具的时候，你可以就是水跟布而已。You really don't need all this thing。其实可能某些情况下有肥皂的污垢，在你身上上进的好处清掉了。好，然后最后一个了，在袋子里面它有这一张绿色的一个小小的一个 flyer， 那它一个好处就是呢，它给你一些 ideas， 怎么用 baking soda 何处清理这个排水管、地板啊、烤箱啊，它里面给的 idea 都是用小苏打粉跟清水，所以 baking soda 跟醋。浴缸也是 baking soda 和 Murphy oil， 但是你可以不用 Murphy oil 也可以。怎么用醋和水清洁窗口和镜子 ？And then 啊，马桶也是怎么用 baking soda 和 Murphy oil， 他就给一些很 basic 的 idea， 就是取代那个啊 Clorox 啊一些很强的牌子哈。Then just some reminders， 好。下面写的是 Murphy oil company。好，就这样子，所以我们就结束了。然后我介绍一下袋子里面有什么哈，还有那个洗衣机啊，洗衣机里面倒点醋下去，然后作为空转一次，抠洗一次。哦，说清洗那个洗衣机对不对？洗衣机倒醋下去，倒多少？半罐都可以吧，因为你半罐，不是因为你水冲下来是不一大桶啊，对，你要做一个空。像现在就是那个，难怪你这货。就快介绍一下袋子里面的，住在这里。我就快介绍一下袋子里面有什么哈，它就是这个表，刚才我提到的一个小手杖，然后呢，醋和 baking soda， is very cheap。你在 Costco 的时候，这价钱很大众化。然后这个就是洗浴缸的，它还可以洗 kitchen 和 cookwares。Kitchen counter 都可以，很酷的。好，然后一个 goggles 保护眼睛的，然后呢，就是给你 dilute any 喷灯级的。然后呢，这个是人肉辐射的一个，就是鼓励大家不要买太多的一次性的那种 plastic container， 可以的话就可以 reuse 的杯子哈，就我们就 reduce 我们的 waste。然后一套手套，然后这个布我要说一下。这种布很好用，对不对？但是呢，你用之后呢，你可以放在洗衣机里面洗，但是尽量不要放烘干机里面烘，因为它的那个 the way they made it 是它那个 fiber 有个小勾勾的 ，a lot of little hook。如果你烘干机一直烘的话呢，那个 hook 就不 hook 了，它就直了，它就 lose 掉一些 function。所以你就放，你可以放洗衣机洗，但是呢，你晾干，所以 it will last you longer。对，虽然说你 Costco 一套才说二十几片才10块钱嘛，对不对？But we want to make it last longer. 好，就是这样子。不能擦脸。会把你的脸放花。好，谢谢大家的时间哈。好，来。今天我只有带15份，但是如果你们要的话，我下次再给 Catherine 再带3个给你们，不用抽奖了，好不好？没关系。然后还有我发现。电话号码是206-297-06055，谢谢。嗨，这个我没有这个 mark 啊。他刚没有传给我。哦 ，sorry。没有钱就没有奖品。好了，少了一个了。少一个了。啊，少一个了啊。是的。C H A N。还有一个是姜 ，CHENG， last name CHENG， 是你，是你，怎么样？没有填这个，我填了，填了。
好，跟着他一下哈。好，下课了，大家可以结束了 ，Thank you。那电话号码是425298，是我，是不是你？嗯，对，是你的。哎，没填这个在音讯。那个在后面那一个，好，又少了一个。我给你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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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包括放的就是，还有另外的，你的名字是他没老肥，没有老肥，就有一个人就好，那他就下来有活动吗？应该有，在猫砂里面就丢掉了啦。对，再见，老师就是，好，那我赶紧掉了。啊，没有没有没有那么急。我们找本身也算是下午，下午了有那个，你如果一堆要的话，一天就有一个礼拜有两例啊，觉得比较舒服，比较舒服一点。You will feel better， 然后一礼拜有两例，一礼拜有两例。你不了解这样，不了解这样吗？哦，真的，是这样，这样学什么？对呀，一下子宣布了，所有东西要这样，要这样，要烧掉。一块一块在大学都到了，哎呦，现在上次我要去玩，开了一大堆药，我一定也没撕掉那么大包，我把一堆丢了。先拿，先拿，先拿，先走。如果如果没拿的，我下次再带三个给你。好，好了，拿了。